定要上造砖铺测你最近缺钱用吗？快乐苏方硕老师的金钥匙造砖铺，看你最近缺钱的指数有多高。测验开始，凭直觉选一个金钥匙造，选好吗？来看解析。选醒目薰衣草人，寿星阶级的你很容易受外在环境影响，像是近几年景气差，你的荷包就跟着缩水，缺钱指数60%。选罗马洋甘菊的人，投资运不错，你手上总有笔资金可理财，除非投资失利，否则你更容易缺钱用，缺钱指数40%。选甜茴香的人，你觉得人生苦短，要及时行乐，也不管自己赚多少，总是花大钱享乐，钱不够就到处借，财务十分吃紧，缺钱指数80%。选姜的人，为了日后能过得舒服，你勤俭持家，理财保守，非常精打细算，绝不让自己陷入钱不够用的窘境，缺钱指数20%。众新闻台北报道。